来来，帅哥，来，谢谢。哦，帅帅帅帅。大家看，大家看，哦，谢谢，很大很大，哦，没见了，早啊早啊，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人生啊，还有分左边右边，人生啊，哦，那个大帅哥，赞赞赞。哎，森哥嘞，哎哎，你站在那边，我来，哦。大美女，哇，是是是是是是，哦，多少？64，我们这边必须要64个人，等一下我们清算。那我先宣布好了哈，今天你们知道走这一段很累哦，为什么？等一下要爬升700才能够到耳公器山。那耳公器山呢？接下来是上上下下到了鸟嘴山。然后又到大窝山，总共总爬升，我们上上下下总共有1600公尺，若下降，总下降有1200。我说到大窝山又来又回来就对了。所以我们的目的地是六角亭那边，你们知道吧？嗯。鸟嘴山下面有个六角亭那边，那么我们车子会在那边。假设你如果没有办法，无所谓，我们有三个测试点，第一个。就是过了耳公器山之后，下到山上人家那边有个岔路口，那边有个岔路口，你就下到山上人家那边去旅游一下，哦，那边蛮宽敞的，上来要200，下去不用钱，哦，下去不用钱，啊，你还不敢买咖啡也无所谓了，哦，这时候你可以在那边，但是你要撤退要告诉我你的人数有多少人，你自己多少人，告诉你周遭的。向导，我们今天向导有6个人，好，向导就是志工向导有6个人，邱志杰，没有，等一下，我要一个一个讲。第一个撤退就是山上人家，哦，你可以撤退。第二个就是鸟嘴山，鸟嘴山那边过鸟嘴山，再下去一点点的那个，差150公尺左右，左边有个岔路口，那边下到鸟嘴山的鸟嘴山那边下去。接下来第三个插入点就是大窝跟鸟嘴山的插入口，就是下水底的暗部，那行的那一位一条，来就能够走到那个来你，这样错的话不要介意哈。班长来，班长，大家好，啊，张友祥，张友祥，哦，张友祥他是警察的，哦，他是警察，我有警察办，连警员，啊，连大哥，连大哥哈，连大哥，他还有黄大哥黄文进，好。新地城，小秋，小秋，那另外你们一定要听组哈，一组，还有何淑文跟那个我老婆康文健一组哈，还有玉贤跟那个王天书一组哈，还有你跟王老大，跟老大一组哈，秀凤，还有吴信奇跟他老婆那个苏玉梅。哦，总共有6组，还有跟朱立伦、摩彩一样。啊，对了，我跟陈丹顺，老板，这个陈丹顺就是哈，我今天有在我们那边介绍，过来，就是我们牌子都是他做的，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他的工里买那些哈都是半走半修缮，只有嘉琪强才可以用他的。那个等下爬山的那些走几秒。你看他们要上去，东北风，哎呦，暗暗的哈，暗，要闪光灯了，直升东北风。OK， 来，放，来，我帮你做。好，你的要放吗？你的，那帅是。很快就全部。帅，看这边，看帅哥。好了，来换钱。哦。
不用的话，要岔路啊，第二登山口上来。休息站，我休息站了。爬山的先等一下哈，当工作人员先走。他搭公车了，他骑。有帮每天我都不安心了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攻击上，这我的手机，还有点。哦，这要睡用啊。哦，这两个要睡。啊，周二队棒不棒？棒。基地强不强？强。好。基地帅不帅？帅。女生。哦，好多好多。他是边走边哭哎，对啊，因为他没都没有头灯啊，还好没下雨耶，下雨就完蛋了。这路也有来修理过，你看，哦，过来松的，岔路了又转，往天际线。叫什么？往回二公里上，直走鸟嘴山，右边鸟嘴山。帅哥，这样，哦，要睡睡，帅哥，哦，帅帅帅，热的喝，哎哎哎哎，赞赞赞，哦，帅帅帅，哦，要睡啊，嗯，哎，拜拜，哦，拜拜拜拜，老兄弟，哦，帅帅，下山了耶，完成，好严谨啊，来来来来，这个茶，茶就是，哎，大哥，你要谁是大哥？你要不要喝？要不要吃原地？啊！两点的话，你大喝太晚。来，周帅哥，欢迎啊！哦，谢谢周帅哥。
到这里，哇哇，姐姐啊，帅帅帅，两个大帅哥。他数钱了，哎，还有数钱，是不是有钱？有钱人。来，小李哥夸奖，来，小李哥帅不帅？帅！哦哦。啊，帅哥，帅哥，哦，赞赞赞，哦。哦，平安牛。谢谢。谢谢谢谢